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 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佣哦，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，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。 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
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命运。